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啊。为什么？佛说的话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是菩萨啊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啊，一切人自性本善啊。啊，佛看一切众生，他不是看他的法相，他看他的法性。那从性上看，全是佛。不会再起分别执着了。啊，凡夫呢，没这个能力，迷了，着相不见性了，见性就平等了。啊，就差这么一点。这一点差别影响在果上就大了，真的是所谓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啊，这一念的差别真叫天上人间不一样了。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，六道不是哪个人建设的，是你自己意念变现出来的，真的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你的善念变成天堂，你的恶念变成地狱啊。天堂消你福报的，你有福要消掉啊。地狱消你罪业的，叫消受啊。啊，罪消完了，地狱出来了；福享尽了，天堂离开了。啊，那你阿赖耶识里头还有罪业。啊，罪享尽呢，阿赖耶过去生中还造的有善业，善业不大，到不了天堂。但是会在人间享受啊，人间善恶混杂了，善多啊，善少恶多啊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如果遇到佛法，第一等佛宝，他解脱了。那他在这个一生当中就知道。我一定要保持为善无恶啊，只有善念，只有善行，不再造恶业了啊，心地渐渐清净平等了啊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啊。为什么？佛说的话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是菩萨啊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啊，一切人自性本善啊，佛看一切众生，他不是看他的法相，他看他的法性。啊，从性上看，全是佛。不会再起分别执着了。啊，凡夫呢，没这个能力，迷了，着相不见性了，见性就平等了啊，就差这么一点。这一点差别影响在果上就大了，
真的是所谓失之毫厘呀，差之千里呀。啊，这一念的差别，真叫天上人间啊，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肯定，有佛法的地方是有佛的，那么佛法最胜的地方，极乐世界。啊，怎么知道它最胜？十方诸佛都在那。你看，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，六方佛在那。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，十方佛在那。啊，佛所说的话，决定不会是妄语，决定不会是欺语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诸佛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妄语者，你能不信吗？啊，所以不信佛，这个业障很重啊，我们自己要清楚啊，啊，我们信佛了，我们这个信，古人讲的露水造心呐，经不起考验的。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现前了，他就不信了，这佛就忘掉了。啊，这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从哪里来？我们一般普通的人啊，不是上根立志啊，一般普通的人。我们的信心要靠经教来建立啊，只有通过学习经教啊，慢慢的把宇宙人生这一些真相啊，佛家讲的性相离世因果啊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你就真放下了啊！那个时候呢，叫真心。为什么？你真干了。那我们看到佛家这个大藏经那么多，我这一生能念得完吗？啊，我接触过很多初学的人，谈到这个地方，他就摇头，我做不到了。啊，我们如何帮助他？帮助他要有智慧，还得有经验。啊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啊，半个世纪多了，知道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佛教这么多经典，任何一部就行了。啊，找一部简单的，文字少的，一部经，一部经就能帮助你明心见性的。啊，那介绍哪一部呢？你都要他观机，众生根性不相同。
啊，一般普通的人能普遍起大众机的，我早年在台中啊，跟李老师去学习经教啊，我去参加他那个班，他那个班上课是第二个月啊，他已经开班一个月了，我是第二个月去的。那么这个班呢，他是一个星期上一堂课啊，实际上呢，我只少上了四堂课。啊，首先开的是什么经？阿难问世佛偈胸经，小乘经，啊，阿含经里面。你听听这个名字，你就晓得，这个横起大众的起，啊，阿难问世佛，也就是问你学佛有没有好处。是急还是修？急就是好处啊！啊，我们学佛到底是急还是修？啊，佛在这个里面跟我们说了，怎样学佛，你得的是吉利呀。怎样学佛呢？你学错了，你得的是凶灾。这个跟初学佛的人讲啊，好啊，实际这部经里面讲了四桩事情啊，这是第一个大段解答这个疑问啊，这个第二个大段呢，是教你不杀生。第三个大段呢，是讲思生之道啊，后面是阿难尊者的赞颂啊，也就是他的学习心得的分享啊，用偈颂啊说出来啊，这个是介绍给初学的同学，很好。啊，可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的，我们要帮助他认识佛教，这个很重要。认识佛教之后，你想学了，可以介绍他从《阿难问世佛偈胸经》开始。坚定他的信心，帮助他更深一层的认识啊，他真想学，再协助他选择法门。这个里头有主观的条件，有客观的条件，都必须要考虑到啊，那么然后再观察他的根性。这个人如果是真的老实听话肯干，那就是大善根的人啊，他一定会成就啊，遇到要帮助啊啊，不帮助啊，对不起这个人呐、啊。无量劫来，这一次都到这个人间碰到了，这真叫有缘。有缘不帮助，那是过失啊，那个不应该。啊，
一定要帮助他。啊，帮助他不接受没关系。我们知道，佛的种子已经种在阿赖耶识里面，来生后世，这个种子肯定与人起作用。啊，所以佛度众生、戒引众生、教化众生，是一个长程的工作，不是在一时，生生世世啊。啊，显示出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